月破千，奶茶色的单品，还有奶茶色的鞋子，我跟我老公都可以，好美哦，我就炫耀买，就是奶茶色系的指甲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mi。今天是礼拜五小周末，刚刚终于把两个小孩哄睡了。我现在要来开我老公今天买给我的一个礼物。噔噔噔噔，看一下老公买了什么礼物给我。老公，开喽。没有啊，我想先看礼物啊。老公，这是什么？哒哒哒哒！你摆很久的东西。哇！啊，那外皮是那个最近很流行的，叫什么色？奶茶色系耶。奶茶色呢？我最近最喜欢的奶茶色系。你看扣完又带有不一样的颜色，哇，看起来我很有质感。它里面是，这是这样拍起来是粉红色吗？拍起来怎么有点微橘色的感觉？橘粉红啊，对，拍起来是橘，怎么会橘，有点粉红吧，跟我们家灯光太黄了。哇来念一下好了，宝贝老婆，恭喜你 YT 订阅破千，破千也敢讲，之前说要送你的皮包来了，有没有期待很久呀？希望你越做越好，老公永远支持你。接下来是破万订阅，谢谢你住在男子宿舍照顾三个臭男生，永远爱你的老公。分享到这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几样奶茶色的单品。那奶茶色它其实就是属于大地色系，因为这一两年呢、出了很多奶茶色系列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奶茶色真的是越看越美，整个感觉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。首先我先来拆这个奶茶色的背包，我之前那个背包的背带已经被我背坏掉，所以我在网络上又买了一个奶茶色系的背包，这里面有附它的背带，它的背带是属于比较细的那一种，我喜欢这种比较细的背带，不要太粗的那一种。好了，这是背起来的样子。像这个奶茶色系的包包搭配大地色系列的衣服其实都还蛮适合。再来我来分享的是这一罐奶茶色的指甲油，它是这个牌子，它的颜色是炫耀奶，我是在宝雅购入的，我现在直接插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奶茶色系的指甲油。好哦，欸，弟弟，No, 你一直看妈妈，等一下，小捣蛋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要分享的就是现在出门都必备的口罩，这个口罩也是奶茶色系，然后我是直接在药局买的，它是台湾制造，然后有通过检验合格标准。像这个口罩，其实你搭配任何颜色的衣服都很适合，因为它就是属于偏大地色系、暖色系。再来的话就是介绍可以穿在身上、搭在头发上的发饰，这个奶茶色系列的发饰，绑头发的，以及袜子。弟弟，你的头，等一下，你去后面。借我过一下，谢谢。哦，袜子也都很好看。好，还有奶茶色的鞋子，我跟我老公都各有一双，这鞋子很好搭配。
是 New Balance 的不同型号。最后我来分享的就是奶茶色系列的我几样的彩妆用品。这盒的话是奶茶色系的眼影，看起来就好美哦，第一眼看到就直接把它带回来。这一盒我也是在宝雅买的，擦一下就是很美的颜色，这也是属于那种大地色系列的眼影，其实画在脸上不太容易失败。再来就是奶茶色的粉饼，它里面粉饼当然不是奶茶色啦，只是它的外壳就是这种奶茶色系列。粉饼的话就是平常可以拿来随时补妆用啊，因为它其实很小一盒又很好携带，然后它外形就是很漂亮奶茶的颜色。这支口红的话是之前在日本买的，现在台湾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个品牌，还蛮便宜的，我已经忘记多少钱。然后它就是属于比较土色一点的颜色，我也非常的喜欢，擦在嘴巴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不会非常的红。像擦这个颜色的口红就是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有杀伤力的感觉，我觉得会比较偏向就是温柔气质。先分享到这边，大家有什么其他很漂亮奶茶色系列的单品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。你要吃鸭鸭是不是？对。好。对呀，鸭鸭。鸭鸭厨师。现在跟水了，叫快来不多啊！还有一多啊！妹妹叫阿哥，快点！妹妹有没有很可爱？快点！妹妹喜不喜欢妹妹？快点！你看很嫩，对不对？妹妹还是妹妹？醒来了。对，妹妹醒来了。妹妹，我刚快点啦！他脚好小的。哥哥弟弟找你玩了、啊，你先跟。超小的，
话，我要做一道酱烧鸡腿肉，煎鱼，然后再炒个青菜，这样子。弟弟，妈妈煮饭，给孩子抓着。弟弟，这个铸铁锅油油的，是我平常清洁完，有的时候会抹一些油，就是让它养锅，预防它生锈啊。通常煎鱼的时候要让铸铁锅不要粘黏，就是要记得要加油，然后另外就是一定要让锅子预热，要够热的话，它其实它就不会粘黏。然后鱼放下去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就翻面，稍微让它煎一下，再翻面就好。其实是完全不会粘锅的。那待会煎完鱼，接着要做下一道菜，不能直接用冷水去做清洗，所以我在旁边烧了一锅热水。那待会就是直接热水把它倒进去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把水倒掉，就可以做下一道菜了。这样比较不会伤害锅子本身。简单用热水清洗后，我现在要来炒青菜。一样用热水清洁后，我现在要来炒最后一道鸡肉。微煮一下，吃饭了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妈妈赶快弄给你吃。弟弟肚子饿了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嘿嘿，饿饿吗？赶快吃好不好？还有鱼是不是？小哥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我会继续照顾三个臭男生的。